我弟弟这一次带给你很多的麻烦，我真的感到非常的抱歉，请你再给他一次机会吧，并不是学校没给他机会，是他屡教不听，我会放过你的。那个女人是谁啊？出手那么重！我大哥说，四个兄弟中你的身手最好，你过来帮我吧。星期一晚上9点8频道，边缘父子。